现在台湾和柬埔寨陷入了抢人大战，抢谁呢？大家还记得八八会馆的郭哲敏吗？当时几乎要搞掉整个柬钓机构二十几顶帽子哈，所以郭哲敏呢跑去了柬埔寨，而且花了大钱进贡，让台柬上演抢人大作战。我们抢得赢吗？郭哲敏他就是因为八八会馆的负责人嘛，那个时候很多的那个高官有没有三千一到三千三的高阶警官呢、啊？甚至还有那个什么？ 检察官有没有？他<是>、啊、都在里面出入这个不正当场所，好的影宴。那大家都想说，哎、欸，真的是二十六个高检警官被惩处。處对对对，还、啊、还有很多那個還有一个副局长掉了帽子。啊、对，还有好几个检察官里面，他们竟然人家就查说，哎、欸，阿你叠在内底到底洗的巧先没逮志？ 后来人家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这个郭正敏真的是神通广大，啊，他这个八八会馆出入的都是高官之外，啊、而且他为什么可以成功的？哎、欸，在检察官剪掉大举搜索之前，他就接到风声，就赶快跑掉了。 哦，人人家就讲说，哎、欸，这个一定要查。他的猫骨很硬嘛，哈。对对对，那个背景应该很硬。他、啊、那时候牵涉到洗钱，<对>牵涉到诈赌，<对>牵涉到线上博弈，还有。有线上博弈啦，哈，六亿超跑诈骗案。对，他的地下会对了，还有那个帮助诈欺嘛，对不对？啊、那六亿超跑这个案子哈，是后来有被害人出来检举啊，他说这个案子很奇怪、啊，被害人很多，金额很庞大，现在看起来至少有六亿，你知道吗？至少六亿以上，对不对？ 哎，有一种一醒功哎，他就找了一个小弟，李姓小弟说，哎、欸，我们来开一个做超跑的生意。欸、你看那个超跑摆在那个店里面给人家看，对不对？那个超跑啊，你就可以买卖啦，可以租赁啦，对不对？你也是来做超跑，是啊。啊，可是后来等到很多人把钱落你底了，嘛哎、欸，突然间人去楼空啊，超跑也不见，人也不见，你还找不到，你知道？他们那个时候就想说，哎、欸，这么多被害人的影片的，因、就、为、是、郭则敏财力很雄厚嘛，对不对？嗯、我跟着你投资，他跟那个检察官检地检署。 那个检检举你知道吗？检察官竟然没有找被害人来询问哦，这个案子就不起诉处分。反正他神通广大啦，警警调的关系很好，所以虽然犯了非常多的重大案件，啊、<是>但人仍然能够跑出去。对，那跑到哪里去呢？现在据说到了柬埔寨啊。对，他是在泰国被抓的啦，在泰国泰国的豪宅了哈。<好>啊，那因为他跑出去之后，他在游历各国，他先去日本。 后来又跑去大陆，又跑去美国，美国之后又跑去泰国跟柬埔寨。而且你知道他更厉害的是，因为他跟钱帅军呢，虽然有有有生了两三个小孩嘛，我记得是三个小孩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生了这些小孩之后，他没有跟钱帅军结过婚呢，没有办理结婚。所以他在柬埔寨，你知道，又娶了一个当地的女生啊。所以他们说叫入赘是吧？哦，开玩笑，<說>怎么赘、啊、婿？哈<好>，赘婿，赘婿啊！你知道，他现在就是因为这样，所以他拿了柬埔寨的护照。 而且他还有其他国护照，他不是只有一本护照、喔。那他在泰国被抓的时候，我们不是那个时候就应该要遣返了吗？因为我就引渡了嘛。对，我们跟泰国的关系非常好，我在这个节目讲过好几对啊。对，因为我们跟泰国刑事局国际科跟泰国的海关官员是有长期。 打击犯罪合作的嘛哈，我们还在那里抓过共谍呢，是不是？对，我们只要把资料传给泰国之后，他大概有看到这个人，就会帮你抓了哈、欸。那这一次为什么没把这个人带回来呢？竟然还让他跑到柬埔寨去？没有啊，他本来讲还没有到柬埔寨哦、喔，现在跟我们在，起码大家都在抢人哦、喔。台柬双方现在在角力哦、喔，我说为什么？哦、为什么在角力？ 因为其实他被抓的时候是七月底，那个时候刚好遇到什么？七月底刚好是泰国国王的生日，但圣诞日啊，啊所以那个放假大家都哄干你想整泰国吼，然后听到哄干吼，绝对什么代志都不爱插边。好啊，接下来八月一号、八月二号又是他们的什么三宝佛节哈？所以这个年假一下去之后，哎、欸。 大概你你泰国是一旦有连假或国定假日，连警察都要放假了、哦。啊。对，大家都不管你哦。<laughs> 你下面带几例来哦，那个传真来叠一堆，他也不会去看的。我不会插了，对啊。对对对，啊、所以你看，他就前延迟下来，给他给那个郭哲敏有一个空档，因为他有他娶了一个柬埔寨的的老婆嘛，所以他有柬埔寨在公民身份啊。是。他就开始就用他们副总理哈，先从副总理开始，开始那个少垦那个地方开始下手。 因为他在柬埔寨那个地方哦、喔，他本来想要在柬埔寨另起炉灶，因为他之前做线上博弈诈骗嘛，啊，所以一所有的那个电脑机房、签名那一套技术，全部要搬到柬埔寨去。天天嘿，对啊，所以他你知道，他就对那个副总理那个邵肯开始下手，对不对？他、啊、又拉到什么洪森跟他儿子洪马内哦，对、喔喔、啊，一天有些名洪马内 money 哦，就知道说原来钱是可以打点。所以有钱能使鬼推磨。对啊，所以他一讲说，啊、他一开口就说。 我好你一百万美金，啊、你給我一百万美金。有啊，你他引渡回柬埔寨，因为柬埔寨跟泰国有那个引渡合约嘛。是。啊，所以你把我引渡回去，你知道？听说洪、哦、森提下有一百万美金哦，一开口哦，他现在是没有答应，还没有答应，还在犹豫中呢。可是他对这个金额，他在犹豫，想说可不可以要更多？哎，啊、对，因为他对这个金额很感动，说洪、哦、森提下有一百万美金哦，一开口哦。 他现在是没有答，还没有答应，还在犹豫中呢。可是他对这个他在犹豫，想说可不可以要更多？哎，欸、对，因为他对这个金额很感动，<laughs> 哦，对对，感动啊、哦！啊，当然感动啊！哦、你就亏损的一百万美金啊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查一下这个郭哲敏的抵押、啊，我跟你讲，如果查出来他的底的话，我看发现哦、喔，可能一百万不要找该管了、啊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洪泽那个洪泽敏他的那个郭哲敏，郭哲敏他的那个。 那个财产多少？人家说他不到五十岁，财产破百亿，你知道吗？欸、破百亿，所以我们回到新闻来看，你知道黑道、白道都在抓他，嗯、对不对？黑白两道都发出追杀令，而且江湖发出的悬赏令是六千万呢。啊，当然是六千两百万美金嘛，对不对？给阿西朗六千万悬赏令論啊，不论生死哎，谢嘛哎，当然反正呢不论生死，以前哦这种追杀令都一样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你只要确定是是是郭正明，对不对？嘿，一来。 赶快拿那个清满的对吧？对、欸、对对对，那你我看，大坏人现在躲在柬埔寨悬赏。賞萬不一定躲在柬埔寨啦，准备要去柬埔寨了哈，来悬赏两百万美金、嗯、找他本人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哈。我们回来讲郭哲敏，对，所以不要洗金喝盐嘛，连悬赏令发出来都是六千万。我们回来讲，他靠钱哈。 很有可能洪生会心动，对不对？当然会生心动啊！你因为基本是八万，我刚懂点了哈。一开开口的一百万呐、啊，那可是问题是依照洪生的习惯、喔、他这个钱、喔、他如果能够打要越多的话、喔、他当然是会要越多嘛。你看以前在柬埔寨哈、喔，说实在要打点洪生的话、喔、在台湾两个人最有名，一个就是什么曾镇农。 你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曾正荣其实早在四三四十年前，他就已经到那个柬埔寨打拼呢。而且曾正荣真的是很厉害，他真的是为什么有有后来有那种成就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曾镇荣家里啊，一主要爹柬埔寨那个时候洪森还是第二、欸、第二副总理哦、喔，<是>第一副总理啦，就是他跟总理、副总理之间是两派嘛，对不对？你知道那时候曾正荣打点的是总理跟洪森两个都一起打点的。像台湾那个时候本来是在金边有一个办事处啊，就是因为你押错宝。 那时候我们押个总理，对不对？啊、那哪知道洪生后来政变，一政变之后才发现说，哇，豆啊！企实两边一的，的啊，<對>至少买个保险。所以曾正农两边压你知道吗？啊、为什么？之前曾正农后来就不是说讲洪生政变吗？是他军队打进去那个总理府的时候，发现说总理府里面进来有个密道，他们觉得很奇怪，说，哎、欸，啊，总理府里面有密道，那是不是很重要？对不对？我们就去查查看，从那个密道一找，他说，哇哇哇，竟然跑到哪里了？跑到哪里？曾正农引导。 今年啊！的的出大事，伊要造型去真正龙伊到。对啊，因为他进去之后发现说，关系记得在地哦，这个豪宅里面竟然还有真正龙跟总理，还有真正龙跟洪森的合照，你知道？所以你看他两边一样而且两边还有一个什么？你知道真正龙后来为什么会买直升机公司？你知道？他那时候来台北开会都坐直升机嘛？是为了要回照吗？哎，因为已经习惯了。为什么？他每次去柬埔寨，那个洪森都派军用直升机来接他。哦。 哎，对对，他走到哪里都是直升机、啊。好、哦，那我们来讲另外一个一定是陈气力来。